首届学青会迎来了大学乙组女子四乘一百米接力预赛的比赛。原本报名的吴艳妮并未参赛，她在拿下女子一百米栏冠军后，提前结束了本次学青会之旅。作为吴艳妮的老对手，李雨薇没有参加自己的主项，而是与师姐葛曼棋一起代表上海队参加了接力比赛。两位女神同场竞技，完全没有对手。这场比赛由林心怡、李雨薇、葛曼棋、黄子婷组成的上海队以44秒52刷新了大学组纪录。赛后李雨薇、葛曼棋坐在一起接受采访，相当养眼。李雨薇表示亚运会后首次比赛，而葛曼棋则透露自己多年没有跑第三棒了。葛曼棋与李雨薇在亚运会夺冠后都把荣誉献给了离世的恩师，堪称一段佳话，俩姐妹的感情也相当深。